我是小陈画画，我们今天呢再画，几朵啊那个牵牛花。我们先呢用蓝色的画，我们用什么呢？我们用三绿，不用三绿了，用三青啊，三青，先调三青。三青这个颜色呀也非常漂亮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点什么呀？笔头上再来点浓的三青。注意啊，我现在是笔尖上再来点这个花青，呵呵，让它有点这个变化。好了，扭一扭。再补一笔，好了，直接用墨勾它。然后点，这样就画好了啊！这是蓝色的一个啊，蓝色的这个也挺好看的。